哟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嘴。本期我们继续来玩 PVZ 英雄，而今天我们要来挑战的就是僵尸任务的第二十关。小僵尸们，你们觉得我能轻松过关吗？欢迎三连一波哟。今天我们对战香园猎手，开局抽到了这些牌，我们就先把第一张牌换一下，直接开始游戏。香园猎手开场就有加五的生命值，还有一张坚果墙，炸飞那个酸死人的水果。没错，炸飞的。又是这种局面，感觉不是很好打呀。不过我们也没有牌可以出，只能空过了。而对面上了一张小雪花，那我们就发动技能先抽两张牌吧。虽然我们也可以先上场地，但是毕竟转卡还是最重要的嘛。来到第二回合，我们又抽到了一张饥肠辘辘，我们已经有三张了，把人鱼小鬼放在水里。哇，对面怎么上了一个闪电芦苇啊？我这人鱼小鬼白上了呀。到第三回合，我们抽到了一张忍者小鬼，我们直接放在屋顶，然后人鱼小鬼对上闪电芦苇，而对面上了一张小雪花、绿豆还有土豆雷，这一下子就把场地铺满了。不过还好伤害不是很高，我们还能扛住一下。被打出了护盾，我们先留着，待会儿再找机会。第四回合，我们又来一张人鱼小鬼，我们直接对上闪电芦苇。到对面回合，对面上了一张花生，还有一个土豆雷，这一下又麻烦起来了，对面场上的植物也太多了吧。我们先在第二路上一个场地卡，现在这个情况啊，我想想啊，我们场上只有一张人鱼小鬼，而对面手里的又全部都是技能卡，想要解这个局有点难呢。那我们就直接发动超能力，将鱼人小鬼移动到第一排，解决掉小雪花，直接开战。到第五回合，我们只剩下十二点血，而对面还有二十二点血，足足有十点血的差距啊。我们就上一个君越僵尸在第二路，而对面上了一个小绿豆，他用技能让花生进入了无敌状态，不过问题也不大，直接开战。第六回合，我们抽到了一张狗仔僵尸，那就放在第一排，而对面却用花生对上了我们，这又有点难受了呀。那我们就直接发动饥肠辘辘，让君越僵尸攻击一下，再攻击一下，再用烟雾弹把君越僵尸移动到这边来，开始战斗。处理掉了对面的坚果墙。到第七回合，我们抽到了消防员僵尸，上消防员僵尸会把我们的狗仔弹回，我们还是通过一下吧。而对面上了一张竹笋炮，那我们就先发制人，饥肠辘辘直接带走。被打出了护盾，获得了超能力，我们直接用上。第八回合，我们抽到了小鬼头，这也太废了吧。不过问题不大，我们把小鬼头还有狗仔僵尸召唤出来，然后放下消防员，对面空过，那我们就把小鬼头弹回来吧，直接开始战斗。第九回合，我们只剩下五点血了，也没有了护盾，那就把小鬼头都上了。对面又上了一张竹笋炮，不过不足为惧，直接攻击。打出了对面的护盾，并且直接使用了超能力，获得了无敌，不过他的血量也不多了呀。第十回合，我们把抽到的人鱼小鬼召唤上来。到对面回合，对面直接上了两个土豆雷，这是想要拼死一搏了吗？第十一回合，我们没有牌可以出了，只能空过。到对面回合，对面只上了一张坚果墙，那我们就发动技能，直接抽两张牌。到第十二回合，我们把前行小鬼和小鬼头上了，而对面再次空过，那看来游戏已经结束了呀。我们发动烟雾弹移动消防员僵尸，直接攻击，游戏胜利，简简单单嘛。